当家里的老人老到什么活都干不了的时候，当儿子的就会用一个大箩筐把老人背到很远很远的深山里，丢在那里让老人自生自灭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小男孩看到他的父亲用大箩筐背起他的爷爷出了门，小男孩突然大喊一声，爸爸，你把爷爷背到山里以后记得把筐拿回来，等你老了以后我背你。白天给我呢，我还留着没吃呢，这先给你留着啊。你还没睡觉呢？我说你还没睡觉呢。啊？我钻你被窝啊？行。西游记明天才播。啊，对对对，明天再看《西游记》啊。那什么，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马上要睡了，要熄灯了。哦，嗯，这老吴已经睡觉了。他睡觉，他爱打呼噜。哦，他睡觉睡得好。你就睡这儿吧。啊？你睡这儿？我睡地上啊。不。咱俩挤在一块儿，好玩儿。挤在一块儿，挤一块儿了。行，那什么，哎，要不然我带你，去不去？去哪儿？去我那儿。去你那儿？行不行？玩去，咱们刷夜去。哎，那什么，你饿不饿？我啊，我带你吃好吃的去。吃什么？吃羊肉串。羊肉串，二十。好，这边。今儿你想吃什么就多吃点啊！走，哎，有什么？毛豆、花生、豇豆，先一样一盘，再来两瓶啤酒冰的。好嘞。哟，这不是二铁吗？回来了。好呀。还行吧，我来转转。哎，小头，那羊肉串是肥的啊，你爱吃的，好吧？啊，多吃点。啤酒。老头，哎，你看这边，你觉得眼熟吗？你认识这是吧？嗯，这哪儿？这都是电视里演过。哎，你不看新闻联播，不出门遛弯啊？哦，我从来不图书看报，不看电视，我也那什么，我也不出门遛弯。那你干嘛？我混吃等死呗。上养老院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岁数不够，去不了养老院，知道吧？养老院得够岁数才行的。不上进。是，我这不上进。嗯？怎么了？嗯？啊？认识这儿？那个好喝。回来了，带他回来转转。老头。热的可热不得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。啊，他谁啊？姓桑。你姓桑吗？桑老板是不是？他这是老板。我知道。我这也琢磨真糊涂假糊涂，反正啊，这吃喝一样都没忘，但人是不太记得。那也挺好。啊，这还好。能吃吗？能吃能喝就挺好。好。老头，给你来点这个，来，咱爷俩喝一杯啊，你是最爱。来，那，你不喝啤酒啊？
滴酒不沾。老头，哎，你看这胡同，你看这红墙，你这胡同你认不认识啊？认识。你来过没有？来过，来过很多次。是吧？你来过很多次是吧？你来这儿你是去哪儿啊？去。开火车吧，你是不是开火车的？原来我是养老院的。哎，你认识我吗？认识。我是谁呀？酒鬼。我不是酒鬼，我是酒鬼他儿子。酒鬼他儿子肯定就是酒鬼。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酒鬼的儿子真是酒鬼。你们家是不是住这儿啊？你家住这儿？哎，对，我家住这儿。你家是不是也住这儿啊？我家不是，我家在养老院。怎么样？这地儿满意吗？这就是你带我睡觉的地方啊？对啊。哎，你觉得这地儿熟不熟？以前来过没有？啊？电视吧，可以看啊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啊，能看几点就看到几点，啊，反正别超过十二点，行不行？啊，看吧，啊，渴不渴？喝水。小橘子，快来呀，小橘子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嗯，你叫我什么？小橘子。我怎么成小橘子了？你最喜欢小橘子。哦，你说我今儿吃那小橘子来着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就叫小橘子。那我还爱吃那大西瓜，你怎么不叫我大西瓜呀？啊，那就叫大西瓜。小橘子、大西瓜，你挑一个吧。我不挑。哎，老头，你先等会儿，先别看呢，听我说。你呀，叫刘二铁，我呢叫刘海皮，知道吗？刘二铁、刘海皮，你起的。你这我不知道谁起的，我这是你起的，你起的。我起小橘子。我能不能叫刘海皮啊？也能叫苹果皮。嘿，这皮盖你真喜欢皮。你是不记着了啊？我本来连刘海皮都不叫，我叫刘海波。你上派出所给我上户口，你喝多了，你那海字写三点水，你那波字没写三点水，你给我起名就叫刘海皮，你先给我起名叫苹果皮跟水果干上了，啊？我能不能叫刘海皮？小橘子。刘海皮，我叫刘海皮。小橘子。行，小橘子，小橘子呗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陪你呢吗？你反悔了？突然了，反正我工作也辞了，房租也到期了，我准备找下份工作了，东西都搬回来了。哟，你还真把这个家当成过渡房了呀？哎，你要说个不字，我现在撕了面膜就走。我说这个面膜不合适吧？还成，你摸摸摸摸，挺滑的啊。是是是，我别撕啊，让完了我也试试啊。嗯，哎，人接回来了吗？啊，接回来了。没事吧？啊，挺好的。对对对，他是不认这儿的，但是挺好，他还挺喜欢这儿的。总会想起来的，嗯。行，放心吧，啊。这记什么呢？啊，人生。这不是人生，这西游记。人生，西游记就是人生。孙猴子是人生，猪八戒是，妖怪是人生，这上面都是人生。这是谁跟你说的？你记他干嘛？小冉老师说的。
小张老师说这里面全是人生，每一天都有人生，每一天都有新的人生，都一定要记下来，不记下来就会忘了，都得记，不能忘，不能忘。那你那个，那我是不是人生啊？你记我了吗？小橘子啊，你还记得我了？小橘，我瞅瞅。我认识了小橘子，嗯，哦，这写我，这橘子画的是我是吗？嗯，啊，画我一小橘子，哈哈，旁边，嗯，这个旁边什么？这个，这是一灯笼吧？灯笼，画了一灯笼，是不是？嗯，画一灯笼，我提了一灯笼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灯笼，这不是灯笼吗？啊，老南瓜，哦，这是一南瓜，哈哈，哈。嘿，画真好，嘿你画真好。至于吗？哎，你原来不是挺有觉悟的吗？我记得你还跟我念叨说，要什么给祖国什么贡献力量，发光发热。不是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，你在跟我说话呀？我现在就不爱看这些腻腻歪歪的东西。有这样的爱情吗？一点都不进步。你多铁石心肠啊！嗯，我是没工夫儿女情长。哎呀。你要不愿留下来，你就明说啊！哎，我说的是电视，你又扯哪儿去了你？哎呀，说你也是的啊，你就好像是我哭着喊着求你留下来的，甩脸子给谁看啊？我说的是那儿女情长，儿女情长，没说你。那你刚才不是说我不进步吗？什么叫不进步啊？啊，你妈老了，哎，不管用了，不中用了，你说不想过安生日子呀？我不要你可怜，没人可怜你。要不说嘛，铁石心肠。我没说你，我没说你可怜，我也没说没人需要你。我说的是那儿女情长，是那李南怀的女爱。我说是社会进步，是竞争优胜劣汰，是你今儿不干，明儿就顶你班。你急什么呀？我没急。人家不要你，就不干呗。哎呦，真是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啊！好人有好报，永远相信这一点。不就是个破外企吗？嘿，到外面一抓一大把。你说的跟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不是想安慰你几句吗？又谢了，一句没安慰到点儿上。这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这不住回来了吗？你要是不想来，你就明说啊！我一个人住的好好的。啊！我一个人住的好好的，你不是说不好玩，说我好玩吗？啊，好玩的人多着呢。行，老二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也盼着分家？你不是不分了吗？分了家，你就拿到那笔钱，可以嗖嗖嗖的去美国。你别跟我提美国，谁跟我提美国，我跟你急。我不是怕你遭罪吗，孩子？你说你在这儿已经够遭罪了啊！你好好的大夫不当，哎，肺腑之言，这我不当吗？我能当得上吗？医学院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，几个当上大夫了？轮得着我吗？那你说这个家多好啊！你就待在家里呗，和我在一起呗。真的，你要珍惜啊，孩子。嗯，怎么这是？你不是更年期都更完了吗？又更一回啊？谁更年期再更一回啊？珍惜啊，珍惜。你不走了？明儿我找工作去。不搬房子啦？先住一阵呗。真好。这洗澡的看见没有？啊，这底下这一掰就出水，这么一弄水就停了。
啊，这样就出水，这样就没水了，记住了啊。那边上这些啊，这浴液看到没有？这下边洗发水都是你自己使。这块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啊，这边热水，这边冷水，热水冷水，啊。这蹲坑看这边，来，老头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这蹲坑，哎，你在这上厕所知道吧？大便小便都是这儿，完了事之后得冲水，记住了，拉这个一拉，水就冲了，是吧？哎，一拉就冲了。啊，走，进屋睡觉了。熄灯了。对对，熄灯了啊。哎，把衣脱了。熄灯了。对，熄灯了。哎。慢点啊。熄灯了。熄灯了，对，睡吧啊。干什么你？这怎么睡觉啊你？李克花呢？谁？李克花。李克花？嗯。来，坐着啊，不要紧啊。你认识李克花啊？李克花是？他是谁呀、啊？你想起来了吗？李克花。李克花陪我睡觉，天天陪我睡觉。不是他没有，他没有天天陪你睡觉。他现在没在这儿，你知道吧？他以前那个那个李你那你哎你你想我是谁？我叫什么？没有李克花，我怎么睡觉？嗯，那你哎，好，李克花，你想起李克花啊？李克花，你知道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叫什么？我要找李克花。等会儿。是不是他？李克花，看见没有？李克，看，你看我们俩，你看我们俩像不像？看，老头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李克花，知道吗？李克花，这个是你媳妇儿，她是我妈。那这是她小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俩长得像不像？这她小时候，你叫刘二铁，我叫刘海皮，这是我妈，你媳妇儿李克花，是不是想起来了？啊？你上来找李克花去，哎，哎，等，我要去找李克花。你先别喊，金房子里，你别喊，不是，你先上哪找李克花？先找不着李克花，没李克花，我没法睡觉。你先睡会儿，你这样，你回屋使劲睡，行不行？使劲睡。没李克花，我没法使劲。不是，你现在上哪给你找李克花？没李克花，没在这儿啊！啊，那先睡一会儿。我就找李克花，别。老头，现在找着，现在哪找李克花？这李克花他现在离开咱们家，不在咱们家。李克花是我妈，是你媳妇儿，已经刘二铁，我就刘海皮。没有李克花，我没法睡觉。
我上哪可以找李哥？我现在没，要不这样，哎，这样。你听话，明儿早上一起来，我给你找李荷花去。明儿早上起来咱找李荷花，行不行？熄灯啊？啊，对，熄灯了。刚才通知不是熄灯了吗？哎，熄灯了啊！熄灯了。哎，熄灯了。没有李荷花，我睡不着觉，我要看电视。我们。医院分配已经知道有几部爆发的新锐都旅游开发的工程于12月8号如期竣工。你在清理梁少轩遗物的时候，把别人还把美甲厂的服装又拿到市场上去卖。算我倒霉，你替我的管理团。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昨天表示，未来两三天在汉水流域、黄淮等地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加雪，在长江中游沿江地区将有大的暴雨。干什么你？李克花。什么李克花？李克花。可他同屋住的是吴大爷，没有叫李克花的。那不可能，他说有叫李克花的呀，那没不是姓吴啊，姓李啊。啊？从来就没有这个人，真没有。那上次接那个接待我那个就是那大夫的叫小然那个小然。小然，我知道小然啊。那小然呢？小然他出差了。他不是那出差找李克花？我这找李克花，他没去找李克花，我这给你找李克花，你先别起哄呢。你不是，那你再给找找这就没有一个叫李克花的吗？你这么些人，你再查查。真没有这个。那他同屋那姓什么那个？他同屋那姓吴，吴大爷。吴大爷，吴大爷姓吴，吴那。那他们里面肯定是有个李克花，你怎么那小然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我刚刚给他打过了，他关机。开机。行，我你等一会儿就开机。就这样。不是，您再给找，您不找这老人，你说他一宿不睡，他闹腾，我们这家里人怎么弄啊？不是，他一个屋就两个人，他那屋就是他和吴大爷，没有其他的人。哎，您我们这老人，老头。李克花还没醒。哪儿李克花？这不吴大爷吗？不要讲话，吵醒李克花了。困了，让他再睡会儿。你这不折腾什么你？这我在门口等你啊，你快点啊！大夫，他之前是不是自己来过？对，他病情恶化前啊，他就来过。你看，这是他病历，这个呢是他去年5月份的，后面呢是去年6月份的。哎，我记着每回这老头都是一个人来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儿子，的一个好哥们儿。他儿子在外地工作。他跟我说过啊，我都知道了。你说他这儿子，这么大个事儿，再忙也得回来看一下他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我待会儿跟他说。大夫，您说这个病叫什么？这个病叫阿尔茨海默症，医学上啊，我们就这么说的。轻度的时候呢，主要是时间障碍和定向障碍，哈，就是记不清年月日，也辨不清楚方向，会对朋友呢和家人变得冷漠，这都是病态的一种表现。像老头现在的这种情况啊，就比较严重了，远期的记忆也已经丧失了。你看，他现在连人都不认识了，自己也不认识，发展下去啊，可能会丧失语言能力。还会瘫痪卧床。大夫，这病能治吗？
完全恢复啊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，可以合理的使用残存的脑功能，使患者的行为呢能够维持在一个普通的水平，或者说是社会允许的范围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这个阿尔茨海默症，是吧？对，是不是就是那个大家说的那老年痴呆啊？是。南瓜，吃，谁买的去？吴大舅，我爸给您买的，他这是张老师给您买点吃的。哎呀！行，吴大爷，那您帮我多照顾照顾我们家老头啊。行，好啊，他，行，您比他清楚点。那老头我，我走了，我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你。行，那你们接着转吧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明天后天我来看你啊。你好，那个六房二床那个刘二铁今儿住回来了，我给他签个字。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不让你爸在家多待两天了？啊，这再说了，他那什么，不是我爸，我是他儿子的朋友。哦，听听。谢谢啊！哎，他儿子是个混蛋。你娃是个好娃呀，你娃是好娃。小鼻子。小草，你在家呢？啊？怎么了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炒。啊？炒死！小草，怎么了？哎，说我结婚，说我怀孕了，你不管我。
一班嘛，就一工作，就一工作。千里之外，哎，您词儿没唱错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无声黑白，你教我的，我绝对准确。哎、小爽特意给您做一桌饭，你看。哟，小爽，你做的呀？是吧？哎呦，真是难得。嗯，味儿还行吧？嗯嗯嗯。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，说让我好好玩，尽情玩。想怎么玩怎么玩，玩够了算。后来我觉得越来越不好玩了，我说一个人怎么玩啊？那居委会老头老太太不是一把一把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没工夫跟你玩，我该走我还得走。他们不好玩，他们有什么好玩的？不是谁好玩，你找谁玩去啊？你好玩。那个，正好，他那个。被怀孕了，所以哪儿都不能去了，就天天可以陪。她怀孕了？不是怀孕，她被怀孕了。不用解释。我哎呦，怀孕了，我绝对理解。爱情都是盲目的呀，关键你们现在俩人要赶紧去办手续啊，赶紧啊。哦，哎，倒也是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小爽啊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你可不能再往外飞了啊！你要是再往外飞，我坚决的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你走。你要是走，你走一个试试啊！你要走，我也走。看咱俩，谁走得快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家不要了，我把这个房子卖了，我走多远就走多远，我就去那个西藏、布达拉宫啊、喜马拉雅山、尼泊尔、毛里求斯、印度，那还有那个老远的那个什么，拉斯维加斯，对吧？哎，我把这个家给造光了，我甚至把自己都搭进去。咱们玩轮盘赌吧。一般赌博的事儿我都不沾，那个。我其实也有一个那个，就是一揽子全球旅行的计划，到时候回头找时间我再跟您细聊啊。哎，行，快吃饭吧。行，那你们先吃饭。吃什么饭呀？我这多兴奋啊！知道她那个怀孕了，我告诉你，是咱们就得环球玩，咱们去哪儿都不带她，她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啊，哎呦，她六亲不认啊，铁面无私的，她还玩，她没心没肺的，咱不带她玩。哎，她玩就不跟她玩，咱俩自己玩啊，自己玩。哎。小爽，我就是要你留下来陪我住一段时间。艺茹，我妈叫咱俩吃饭，我给你发三条短信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啊，我手机刚才在里边充电了，没听见。啊，马上过来啊。嗯，你快点吧。啊，拜拜。那是乌鸡枸杞汤，当归甲鱼汤。那是黄芪人参汤，这些汤啊，都是给小双喝的。哎呦，老四，你真是太热情，太够意思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答应，就永久的，我坚决不答应，咱就不答应。姑爷，你说说。姑爷。姑爷。哦，姑爷。我说什么？不答应、啊！不答应！打死都不答应！后生可畏呀！哎。
要不说还得是您老当益壮，那个就您这个底气十足啊，这个气贯长虹的劲儿，我觉得您治理一个小的国家都负负有余了。真的，我们跟着您一块就有一种那种您一人得道，我们鸡犬全都升天的感觉。毕业生啊，那出口就成章。谢谢，我也都对刚才来了一路上听这沿路的群众一直都夸你，是吧？差点被夸您那唾沫星子给淹死。好好好，今天呢，我让你们看这几样东西，瞧，送子娘娘，妙手回春，我最喜欢的是中间这一幅，幸福千万家。对，瞧，这说的。多真实啊！我怎么觉得气氛有点不对？我也觉得有点憨。爽啊！喝汤喝汤，这是补气养血的啊！喝汤。我能打包吗？哎，这不行。那孙大妈辛苦半天了，这以后你得天天喝，那我哪喝得起啊？你呀，就得喝。哎呦，瞧，小爽这脸有些暗淡。什么呢？你就没感觉你腰膝有些酸软吗？好像有点。头晕耳鸣吗？有时候也鸣。那还不喝呀？得喝。来，拿手来。大妈给您号号脉。怀孕了，怀孕了！哎呦，是男孩儿，月签了。你看，华脉如珠滚滚来，往来流利却怀前，停时弹气胸中淤，妇女华怀定是胎。典型的华脉，男孩儿保准。我代表养老院，谢谢大家，你们的到来让我们这更加温暖和感动。今天都洗八回了，八回啊？嗯。那您从几点就开始洗脚啊？一睁眼儿就洗一回，吃完早饭又洗一回，那中午饭好像又洗一回，刚洗完刚要打盹又洗一回，洗完了刚转身没干呢又洗一回，来了八波人。早院子都有点气肿了。我们大老远来的，今天的任务就是给老人再洗次脚。您都洗八回了，不差这一回，再给我洗一次呗。谢谢，再洗我走不动道了。那我把袜子给您穿上，那我下回再来给您洗，行吗？拜拜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您啊，大爷，对不住，先走了。大爷您好好休息，大爷拜拜。这是不是还有个大爷？大爷，爷爷，我不急，我不急，爷爷给您洗一次吧。大爷，慢点儿。
妈，我觉得这回就得坐实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你没看出你孙大妈在你妈心里的地位吗？不是，那姓孙的真会看假会看呀。你不会真有了吧？快！真没有啊？有了。我有一主意。要不咱俩这样，咱俩就坡下驴，干脆再续前缘，把咱俩之前的事续上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到时候再有就没事。不是，咱俩这事儿不是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了吗？哎呦，说的特别清楚。哎呦，海皮，我现在我真没这心思啊。不是你要是真对我好的话，有靠谱的，你帮我盯着点。咱俩没戏。